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性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牌。哎，太久没拍了。哎，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你要卖多少？对，好不好？很久没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被告了。拍你要卖多少可以被告不敢拍了咧齁对齁啊要不是泰山他逼我我又要拍了所以这个片头有没有要上警语内容皆为节目效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有造成任何生理上心理上的不适绝非本节目频道的原意好不好我还嫌我长我想啊再继续拍下去啦过两年啊我们片头要上那个 FBI 那个法律声明了啦哦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们还在顾一下今天看到背景小粉红好 Pink 粉红色爱的泡泡爱的魔力转圈圈我想看到这个叫做 Suzuki 的 Auto 我就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妹子啊这一定妹子开的啊哦哎、欸、又小桃红又是这个 Suzuki 的 Auto 这不是妹子是什么也不一定啊90.9%啦依照我多年来买卖这个车的经验i10跟它算是同等级同 level 大小的 i10我就不敢说好 auto 小桃加小桃红就是妹子不相信你下次在路上看7788不要9绝对有90%再加上我有看到车主在那边会微啊但是呢虽然有90%以上是妹子又再有90%的90%有小孩了通常我的经验都是被用来当练习车好女生的这个代步车买菜车保姆车大多都是有小朋友的啦好不好所以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哎、欸、还是反而要高啊，上一下那个番号，穿一个和服啊，侧坐啊，那坐咧啊，腿要露点出来，解禁啊，是啥呀？开场三分钟，到底有没有看车啦？2010年的 Auto GLX 这张数是一个等级而已，996cc， 我不到1000呢。当然啦、啊，有这个车何必开电动车？你如果距离不远，这个就是这个摩托车的升级版。哎，不要看这样，我很喜欢这个车，我是 i10 现在不卖了，但我很喜欢这个车、啊。基本上在市面上这个等级这个 level。是没有对手的你要跟我说什么几个螺丝啦一个你死还是那个 Swift 也有 1.0 的还是什么 VS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没一个能打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第一个 size 没有比它小的啦然后再来第二个价钱谁比它变便宜抓对厮杀慢慢的用排除法之后到最后就会剩下一个对手就是 i10 而已对那以品牌的精神来说 i10 Suzuki 我一定选 Suzuki 我不选 i10对对很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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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呆啊所以我们就是选 Suzuki 嘛2010年的9967当初应该是这个印度啊走的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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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看你一年养完以后宝来乌龙啊你我一起看看呢好不好现在什么东西不是阿六字越南字柬埔寨字东南亚字很正常吧很正常现在越来越多了好不好 Suzuki 他那时候就是印度跟还有匈牙利嘛一在小时候的匈牙利公车你把这个好像我会 ending 瘦多少钱啊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我先看一下外表我跟你讲这个直接就讲了就是十几万的车而已买十几万回来应该也是卖十几万了不起就这样倒霉一点修理多一点卖20出头这样但是通常十几万的几率比较高看一下看一下这胸花露掉我觉得打蜡打掉哦啊这边你看好不好露胸啊哎、欸、没有了呢没有了你自己找这里一小条啦这个很不明显呢就打蜡就打掉啦怎么可能你觉得可能吗可能啊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女生开的呢你不要瞧不起女生啊不是我说女生开的保持这样真的还蛮不错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女生开的呢对不对像我上升星座处女座上次有个人来店里问我说假设你上升星座是什么我说看到我让 Gimmy 你们上升星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紫微斗数啦还是啥我怀疑我某有提我的生辰八字去给他做法你知道吗一个下蛊你知道吗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吞了一只虫在肚子里面有可能有啊然后去找他的那个柜子里还有看那只稻草做的我的小人这样被关得死死的有没有我隔了纸贴很黑呢哦对啊你看这也看不进去呢哦这反光镜面看不到这镜面的呢这才几条条子哎哎呦好我先看有没有撞好了搞不好是那个假面的天使假面的天使六十塞吧
可能有 Vivian 系你呢你看它很奇怪哦，它里面是番茄红，后面外面是小桃红，这应该是改色哦。这样哦，它改过了。对，它原本应该是红色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外面是小桃红，里面应该也是要小桃红。嗯，所以它再来应该本来是那种大红色的，蓝趴线，我做趴蓝线，会懂吗？啊，你懂吗？我们改颜色就是要对不对？改的 better 嘛？你觉得番茄红改成小桃红有比较 better 吗？看个人吧。你是不是嘛要说 CHR？ 我没有讲哦。哎。很多人问我 CHR 为什么要改黄色，我就问他什么牌子的 Toyota， 黄色有差吗？哦，有错吗？我错了吗？你没错，合理吧？嗯，你现在看他，你觉得他很高调，对不对？可是他藏身在市区道路里面，藏身，他就不特别了，没错吧？我有在闪哦。我没有那个，我有在闪哦，你有发现吧？有，飘啊。哇，加毛飘啊，螺丝都没转，我看完了哦，六颗螺丝嘛，八颗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架子的颜色也是很自然的原厂色，你就看这个颜色对避震塔的颜色，颜色一样，是同一个时期的，就是骑的车就是有这个好处，引擎盖不用撑干。对啊，我想说，我跟你讲 ，Solio 也是 ，Solio 十台有八台，引擎盖翻开不用撑干，因为这个转角龙整一圈呢，卡掉哎。然后第二个是引擎盖都很轻，哎，那么小一片呢？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老高啦、小韩哥一种哎，还是这个尼可感性 K 哥自说自话总裁一种的？你知道吗？有。你懂？你有看过？你看过多少姐？我有看过老高、马莲姐，那算吗？关注我。在开始之前，动动你的小手。对，好够。哎、欸，我想讲，我讲真的啊，我拢还没看，你就叫我订阅啊，你敢对？我哪知道你来在播啥？先上了再说。影片即将开始哦，已经开始十分钟了、哦。要记得订阅、关注我。好，那我们继续节目哦。然后我等你，给你三秒。按了没？按了吧。按了。好，按完我们继续节目。我为什么要讲老高他们？因为那个土有没有？土会分一层一层，上面白垩纪。阿哥，上面来，你讲一个。侏罗纪啊，上古纪、寒武纪。哇，要求你来在。我跟你讲，我夸、啊。好，它会一层一层的土嘛，看你挖出来的东西在哪一层。好，然后就断定说这是什么年代的。其实烤漆也一样啊，它从新车出厂以后，是不是一开始一直在旧，一直在旧，一直在旧？对。所以你中间如果有新的补土、新的烤漆上去，是不是就一层？然后第二层，哎、欸，又过一阵子，它可能又颜色稍微退了。然后哎、欸，可能你哪里又烤漆又喷一层。这个所谓的专业跟不专业，你看，比如说我们新进人员啊，你就算教他怎么看螺丝，哦，他都其实都很没有把握。所以这个专业跟不专业，经验多跟经验不多，差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这个看的车多不多，有没有自信。第二个，我们一掀开看颜色就知道这些漆是不是同一个年代出来的。第三个，你掀开你会觉得，哎，这个颜色是对的吗？你也不晓得，因为你没有看过其他台。嗯，有些车哦，它有可能里面的颜色，比如说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146吧，它有一些这里面喷的颜色跟外面颜色就不一样。但是不是每台车都这样，你就必须要你看过很多，你有看过很多车之后，你有这样的经验，你才能够一翻开就第一个断定说这个有改色，第二个里面的漆的颜色的年代感是不是相同，差不多年代，就跟我为什么可以常常。在线上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女孩子如果穿龟苏威的时阵，嗯，好，上面不要夹，跟下面啊，麦克风来口啊，麦克风，门我打开的过程，其实哈，我通常是这样，我知道观众朋友都没有发现，我其实，在开门的过程当中啊，我的手都已经压胶条了。哎呦，你这边已经在压，我现在讲你才知道的吧？没有，我已经他妈。你要卖多少已经拍到 EP 级了，你是不是现在才知道？没有，屁嘞！哦，这里也有。好，掀开的过程中，我已经在摸了，而且其实正常来讲，开这门的过程，我已经在看它的方向盘、座椅、排挡头、内装的一个气氛，我已经在观察了。好，但是因为我们要拍片，所以带大家一个一个看，要不然其实实际上现实当中我在估车没有那么久，而且第二个还要依照这个车的残值来决定看的时间。哦，是哦，当然啦、啊哦。你若这台车上百万，我靠，可能安尼很贵几千，哦，无咯。哦，无可能。已经盖打开，哦哦哦，无、哦、可能，好不好？好，也没有那么大一种。然后这个门打开之后呢，顺便这个螺丝，好、哦，也都要看一下里面的漆面的状况。哎、欸，你看了，我这看到一个奇怪，你看，你有没有看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像那个，我就问你，这一点点白白是什么？补土的粉，像。
哎呦，是吧？这是补土啦，哎，这就呼应到为什么开头我说怎么可能那么漂亮？不是，我刚刚不是说因为女生，而是说你在台北县市开车，怎么可能照顾得这么好？好，如果是真的呢，那这个女孩子是一个非常照顾车子、技术非常好的一个女生。对，但是我们现在有呼应了，哎，好像怪怪的。嗯，她是不是有去考过期？我等一下去问她。你看这个哦，比较连杆呢，你说她有没有小朋友？可能有，感觉像有东西压过。对啊，然后有小朋友在上面跳过啊之类。而且它不是只有皱而已，它这里还稍微有一点磕下去，塌塌的，有没有？你看那边有没有那个类似那个婴儿座椅的印子？有啊，对不对？有一条。我跟你讲，我没有在好小的，他没有带小朋友来，我不知道他有小朋友。我是真的，这个车我跟你讲，99%、81%的机会是什么？女的妈妈。哦，有男的妈妈吗？有啦，可能有啦。你这样，你没听过万能插头是不是？有。出国有没有旅行要带一种万能插头？嗯，它既可以插人，后面有洞可以被插。嗯，你就是。我每天都要看好。它这个哦，只能用拉的，然后这边没有柄啊，它这边没有开门的，它只能用钥匙开。嗯，或者是从前面拉，这里也有啦，这个。好，它这个是没有拉柄的。哦，漂亮，这就是原来的漆，而且很干净，非常自然。可是它少一个板子，这板子虽然很小条，就这样而已，嗯，这样一条而已，但是要好几千块。赛车唯一个最大的坏处，零件比较贵，赛车零件不便宜。然后它的后轴很容易有声音，剩下就还好，剩下就是每台车都会发生一些耗材。贴纸，哎，你看蕾丝的椅套呢？哎呀，前后都有。哎，这个蕾丝你现在还买得到吗？好像不太买得到呢。这蕾丝很帅耶。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以前我们小时候爸爸的年代还有这样蕾丝。哎，好了，看完了，发动一下，这车引擎非常的陡，而且这台车构造很简单。哦，4219，哎，19年的，也3年了呢。不过19年进42周已经差不多20年了。好了，2年的胎啊，这轮胎有够小的，你看，然后这个跟那个欧都麦的差不多而已。对，有些重机的还比它宽哦，有没有？是13寸的嘛？哦，14啊，14寸。这个真的是这个经济实惠的车，你看它轮胎都用南港同时间换的。好啊，对，刚刚没讲到它后窗还是这个，所以这为什么很好当 baby 车，你知道吗？嗯，小朋友也不会乱按，不会讲，不会他自己去。没有，你如果小朋友除非他够大了啦，对，啊，够大了也讲得听了吧？不一定哦。台湾你哎，不要乱玩哦，窗户，我123、12，有没有？嗯，啊，你如果是那个国外的妈妈。对不对？他就会这个动之以情。他说：“哎，汤姆不能再这样玩咯，哦，这个会带给别人困扰，也对自己造成危险。好，下次不能这样，有没有？他们会这个动之以情，说自己啊。如果东方的爸爸妈妈是怎样？你再那个脸试试看看，你再给我那个脸试试看看。这是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小时候我们听过这句话，你再那个脸试试看看。哎呦，现在也要听到，现在也会是。看人家，你现在还给你丢给你妈看哦。庆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烤箱。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台。扒看看好了，这车三缸引，哎，三缸的吧？三缸，我记得是三缸，对，三缸。哎，这车不抖哎，为什么？等一下，它应该换过哦，怎么可能？这个车搭每台回来10台有8台抖到靠背，那个抖到啊，后面的那个排气管都会共振，然后你在开的时候，那个排气管就会一直震动，然后一直敲到钣金，就扣扣扣扣扣扣扣这样，你知道吗？这台没有哎，为什么？等一下，我不相信。嗯，你看这引擎那么小，那么可爱，有没有看到？旧的啊，这颗旧的，那颗看不到了，其他颗看不到，靠腰。哎，后面我看到也旧的啊。不要，你拍不到后面伤痕里面有啦，还是有点抖啦。你看，其实蛮正的。你看，我在怀疑，应该是它开来已经是热车了啦，所以没有那么正啊。有啦，上盖有一点，这边有点油气，黑黑的，有没有看到？这边吗？对啊，内侧啊，内侧油哦。你看，哎，真的会晃。你看，这样看就你看，哦，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有没有？我觉得这还算不错啦。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是新的，到现在都没换过呢。你看它这颗旧的样子，都已经这个铁架、引擎脚、铁架都鲜鲜了。哎呀，你看你连引擎脚，你都看到引擎脚，对不对？在晃，对不对？哦，所以可能应该还是回来还是要换的。这我就记得这个车回来引擎脚不可能省的啦。而且这车哈刹车不太好，所以它注定出生就是要让你慢慢开，不是刹不住那种，就是你要我们这样冲冲冲，然后要刹车那种，
每次比较辛苦，他刹车真的没有那么好。可是开这车应该也不要开太快吧？为什么我觉得他赢 i10 除了品牌以外，我讲一个很重要，忘记讲，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这一台车啊，标配就四个气囊，有没有？这里一个。好 ，Suzuki 那时候的诚意就很足了。这个年代，2010年，我跟你讲，不要说 Swift 啦，连 Vios 都搞不好还说还有没气囊的 ，Artis 都还有没气囊的。好，我不是针对 Toyota 哦。我只是举例，因为当时 Vios Artis 是这个卖的最好的车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拿出来举例呢，是比较容易让社会大众能够马上就明白我们的意思，懂吗？懂。好，我们并不是说它很小气，都很晚给之类的，没有。I didn't mean it。看到以后这样解释，辫子还要拍吗？好累哦。拍得下去吗？有办法讲话吗？所以我是说，那时候这个年代，2010年。那时候他就基本四个气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你一台买赛车，市区代步好停车，这个省油经济省税金，这个车就是这个摩托车的升级版。好，你如果都在家里附近，也不会开太远，跑跑菜市场，跑跑银行，跑跑卖场，这个车超棒，第一名。啊，你说爬山会不会爬不上去？我说一定爬得上去，比较久而已。现在应该没有车爬不上山的啦。以前我们爸爸那个年代还有车爬不上去，什么要退二档，怎么退一档，有没有？嗯。现在没有一台车爬不上去。来来来来来来，看小师长姿势来。我以前还开过马蒂斯800的啦，它还有天窗哦，手这样往上掀哦。你不要说我没开过韩国车哦，我跟大家分享，我也是开过韩国车的哦。我们是用过才不要的哦，不是妈没用就说人家烂啊，不是，我没有说它烂。马蒂斯800，阳明山一样爬上去啊，哪有爬不上去？所以这个小车还是有小车好处的，而且我开马蒂斯那时候真的很省钱，好停车方便，机动性高，省油省税金，不错。我还开了两年三年，然后你看哦，它这就很简单哦，驾驶座就给你一个开关而已。哈，泰山你会说，那怎么办？配备好烂哦，这个不能控制副驾驶座，对不对？嗯，我告诉你可以，这里。好近，很近嘛，很近。我们哈、哦、也没有做那个电动控制的那个，嗯，有没有？我们就这里用。嗯、啊，你说啊，大家我要调那边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样调。所以掀起来，我最喜欢这种东西了，你知道吗？基本上哈，能用机械的绝对不给你电脑科技的，这种东西最棒了。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啊，来探讨起来。来，我是不是讲过，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哈，不管哪个厂牌，他卖车真的可以把那个选配啊弄到这个极致化，就什么都要选。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今天我要去买一台车，我就不会选后座电动窗。为什么？没有用啊。比如说，我就跟我老婆而已啊，啊偶尔载人，载泰山，载大家，要用窗户外给你够啊，就好啦。对，没有你后窗真的蛮少开的嘛。站在我的生活习惯，那我就不选，那我是不是就省起来？不管那个电动升降机，一个是3000还是5000，至少我不勾，我就省了3500嘛。Auto CarPlay Enjoy Auto 黑上导航系统上，还有我模拟人，我那种 Google 啊，那我就不选嘛，我又省个8000-10000。对，然后我把这省下。我觉得去选我觉得要的东西啊，比如说哦气囊哎6颗不够，我选成8颗、10颗、12颗，我想要享受被气囊啪啪啪啪啪打脸的感觉，对不对？我就选多一点。椅子好了，我电动椅我可能也不会选，车我的啦，我的位置调好固定就是这样了，我还会一直去调它吗？用电动在那边咯咯咯咯在那边调吗？而且我讲过一件事情啊，你今天在车上跟你另一半要恩爱的时候。来啊来啊，哇三麦地哇，很快啊，你用电动的，等一下亲爱的，等我一下，我正在躺，还在躺，等一下，还没快了快了，要躺多久？外腹肌我出来了，外核心我出来了，练体。讲难听一点啊，你觉得如果两张电动座椅原厂选起来，你觉得会便宜吗？随便要1-2万吧，我没选是不是就省1-2万，对不对？很棒吧。好，甚至门板材质哦，我都弄塑胶的话，我选一个最简配的车就好了。转速表，这里有转速表嘛，转速表这边小小颗很可爱，它这边时速表嘛，啊我如果觉得啊哇塞，现在我这边转速表我就不要选，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我想车厂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知道吗？大量复制才省成本，你每一个都刻制的，它站在工厂的立场没有比较划算，你大概几栋工外平啊，要向上几度向下几度，那钢筋还完事啊，对吧？伊那模啊做来，哦 ，OK 更厉害，停下来，好，下一个，下一个 ，OK 停下来，好，下一个，不相信你看韩国，每个都长差不多。哎、啊，你们在笑？大家这个联署一下，开一个那个联署的那个网页有没有？大家去投票，支持全选配哦。啊，这车就很简单啊，这边就一个头灯的高低啦，好雾灯啦，好，剩下这个是预备开关也没什么。才跑40000而已呢，你看它这灯也很简单，就这样。啊，这个你也别想要有镜子，
对啊，哇，驾驶油呢？驾驶油。所以你看，这是针对女性用车。你如果今天男性用车旁边坐女生，你死啊，你不惊，对不？你戴几顶照妖镜，没有魔镜，你戴几顶魔镜，没有啦。驾驶座在干嘛？所以驾驶座什么？女生，好不好？你看这很简单啊，风速、温度。哦，要吹哪里？我多喜欢这勇气耶！不是啊，拨杆。哦，这很简单啦、啊，这拨到车子报废都不会坏。这我也很喜欢这个，这种出风口应该多用，这样就关起来了，不用在那边坐了，下面坐一个小转盘。啊妈的，你知道以前那个小转盘弄啪登起啊死啊，不能转的。对哦。阿姨这里想看到哦，哎，刚才伊在国光号，你捌坐过无？有哦，这是上方便啊！你要吹都拢会使，要吹泰山有无？对不对？我强烈建议是四个都要做这种。然后这边有个小置物盒，简洁啦。阿娇，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也没有连抽屉那个 catch 都省掉了，整个印完、射出、开模、做完，每个都一样。他连那个按钮头他都不选配，省钱吧。对不对？他觉得说我转这个铁就好了嘛，不是啊，不是啊，应该是掉了。我想说哇，连这个按钮都省起来不选，你看，对不对？你每个开关都不选，那省很多钱。啊，底下，我吹掉啊，登起啦，哦，对吧？嗯，你看入档超陡，有啦，入档就陡了。嗯，好啦，不过都是在比骑摩托车好啦，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哎，跑四万多而已，这整体车况算不错啊。哦，啊，方向盘就只有上下而已吧，我记得。你好，没了，上去、嗯、哦，什么？我屁股已经觉得抖。你如果站在它是这个摩托车的升级版，你什么都可以接受。第一个不会淋雨，今天刚好下雨；第二个有冷气，有音乐厅，四个气囊，稍微要保护一下消费者，有侧撞、前撞气囊，已经稍微降低你这个挂掉的几率了。你当然你都要去开高速公路，这个车就不建议啊。这个车你如果设定就是在平面道路开，你是能开多快，是能撞多大力？哦，是，对啊，对吧？你在高速公路上超过时速100的车吧，你都要买菜市区开，依照交通号自走，好，你是多有机会遇到时速超过100车。来撞，应该几率应该是蛮小的。对对对对，至少我们是这个铁包肉嘛，对不对？鸟包皮嘛。好，就这样好不好？这一集的资讯量应该够了吧？够了。好，有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台车子啊。好，因为这台车其实我们一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特别拍一集推车来介绍它，好像又有一点浪费。然后，可是呢，我觉得这个车又有一些好处跟坏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好今天估到这台车，我们就刚好拍这影片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我先去问一下这个车主他的这个状况。好，我问他一下那个粉是不是刚烤漆完，然后问他要卖多少钱，价钱瞧一下。这个车我跟你讲，跟 iTen 一样，只要这个来卖我的，只要车况好，我都会买。因为这车真的有它的，我喜欢这一种摩对比的感觉，而且这超适合学车的女性，好不好？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哦，我先熄火，问一下。哎，他这怎么这样？我现在才看到。啊，错赛啊！啊，我跟他讲好了呢。啊，我自己摇啊，这个成交了，好，最后成交的价格是136,000元。我跟大家分享啦，其实这个正常哦，市面上的行情，2010年的应该在130,000左右啦。可是我有加价的原因是，第一个里程数真的蛮低的，好，40,000多，我刚刚 APP 查一下 ，OK 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有承认他有去烤漆，我说你干嘛烤漆？他说他想说烤漂一点，漂亮一点卖比较好价。兰 K 啊，你不要再有这种天真的想法了，好不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们烤漆比我贵。哦，对。对，你不如原本的样子你开来，然后我们一片了不起扣个2,000块、3,000块，你自己去烤，你随便夯不啷当一片要烤4,000-5,000，啊，你都我唔敢红套紧啊那样。其实我也遇过很多人私讯要来卖车的时候，说小志哥，我车要不要送去美容完再给你看？小志哥，那我这个因为哈我保养的时间快到了，那我是不是先跟原厂预约，我保养完再卖给你？不要，拜托 ，please don't。普利斯动力胎啊，嗯，普利斯动，好，拜托不要，我们回来检查完之后，我们还是会去保养，真的不要花这个钱，真的，我们有很多好客人，今天就真的让我遇到一个去烤漆完才卖的，他说啊，没关系啊，你这样回来你洗洗就可以上架了，哦，其实没那么快。因为我刚看引擎里面还是得检查一些东西。好啦，反正最后齁，十几万的车齁，其实也不用太犹豫啊，只是我担心我们136,000这个价钱，我怕回来整理整理弄一弄我就拍坦，我们回来再花个1-2万好了，14万-15万，勉强搞不好可以卖个198，如果不行就要208-218，还是要检查过才知道，好不好？因为这个车其实会坏的有几个地方啊，发电机要注意啊，有生锈的地方要注意啊，底盘啊，冷气啊，稍微检查一下，大概就这几样东西，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刹车，对，好，刹车那个每台车都要检查，来令片啊什么那都要检查的，好吧？因为它还是前碟后鼓，希望能够把它压在200,000以内，好，让大家成为一台好买回去就可以学车，为生活带来便利的一台好车，好不好？下次见，拜拜。已估了啦。
已估了，这个车我已估太多了，其实这车我已经卖好多好多了，好不好？这个适合女孩子的车子。I must have been searching, though I wasn't looking for much. Checking out the scene, wasn't trying to get my numbers up. You know I keep it cool. I prefer to stay in the cut. Don't want no attention on me when I'm trying to shake the blues up off me. 好了，我刚刚讲到哪？一层一层。拨开我的心。哎。有磨的。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因为在女孩子的车嘛，对，有没有可能是粉底？她粉底蛮厚的。我等下继续跟她讲哦。我就说我们开一间那个啊，女性向，女性向，不是有女性向的漫画跟游戏嘛？嗯。门口先挂一些这个照片。对。那进来，哎，你在下面是？哎，你好，欢迎光临小狮汽车。我们店里都放一些女孩子的车嘛。好了，可以带进来了哈，就带一排进来。五个六个这样哈，哎，林小姐好，哦，大家一起敬礼哦。太酷雅，她叫托库雅，来，在林小姐旁边坐。哎，谢谢林小姐，好，那你们都走了。妈的，门甩大力一点都掉啊，有没有可能？有。哦，还是那个高跟鞋踩到火钉，那你裸车，那个你毁掉，你掉，哎呦，哎的，的，冲，晓得哈？你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个男生会帮女生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帮女生开车门，就两个状况，车是新的，对，马子是新的。来，我帮你发动，不好意思哦，然后要经过他有没有？哦，一直在加嘛，对不？你要为加嘛，哇！来，我帮您发动哈，发动完坐在旁边，慢慢两个在车上享受这个独处的这个时光。那我们还有一些选配嘛，塔库亚的菊花，塔库亚的。小黄瓜你不太会开车，我们都你也在框你知道我跟你讲，我讲这么多可以开两集的啦。对，我们虽然只有4%的观众女生，好不好？有需要的记得下面留言打加一哈，这个按赞数够多，分享次数够多，加一次数够多，我们就开性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手环打开来0秒开机。